今天要去修我家这台老墨，我家这台老墨能有30多年了，是吧，妈？啊，30多年了。依我信，我妻子不去修，我爸就要去修。可能是我爸用出感情了，他就愿意使这个墨，说这个墨稳当。哎呀，稳当，但是他慢啊。他不慢怎么的？这个都是啥豆腐啊？都40分钟的出来。这个细墨15分钟就出来了。哦，差这么多。那个快。不太熟，估计拿去人家都不能愿意给修吧。能修，咱家墨啊能给修，咱家墨啊就坏了就拿他家去修。哦，我妈说从我家开车到修墨的地方得1个小时，人家倒不好得1个小时，倒不好，要不倒地呀。挺有劲儿。我们走的这条路需要翻山越岭，看看多高啊！有好几百米。嗯。小鱼爸非要下车尝尝这个地果，这能吃，能吃。我小的时候经常吃，不是很甜，但是很蜜。对，嗯。看这下山的道果然不好走啊，这溪水都流到路上来了。走，够吃吗？够了。终于看到柏油路了。这一路啊晃晃悠悠的，真不容易。那下次可别在这儿走了，回去的时候换一条路走，绕远道。这个就是给我家修墨的大哥。这墨还好修吗，大哥？修墨还行啊，还费点劲。费点劲，说是30多年了。老墨都年纪大，老墨，老墨这个年纪不错，像你的朋友。前面有聊不完的，那就是这个哈哈，还有个小铁管，还有个小什么玩意儿，像还鼓着牙，还有没有背上那槽，就卡住了，配墨它就不转了。你说俺们多少手啊，还一点都摸没有。大哥重新再给改装一下，重新打个眼，然后把芯儿和壳固定住，这样推磨的时候就不会再跑了。这个磨用了2个小时里了，配了20万斤豆子。豆子，哎呀，配了。那出豆腐得出100万斤的。原来这儿有一小棍儿，这个箭槽就是弄到这个箭里边，这样一放，现在里边这个小棍磨没了。现在就只能打个眼儿。这样再定进去就可以了。对，这就完事儿了。还得试试电机了。大哥再给试一下电机，看看好不好使。电机正常啊，正常啊，别想硬硬头，没事吧？没事啊。大哥把这个还加了个珠子的，加俩珠子，完事儿了，给抬上车。再给你钱，对呀，我忘记了，真不要钱。别，这耽误的功夫太长了，时间太长了。对，行，你耽误这么多时间。没事，别，那我都不要钱了，我真不要钱了。修墨的大哥没要钱，我们又买了一个桌子腿儿，支持一下。走了，刚到了我们镇的地界，这就下雨了。到我们村这边就没下雨，真怪哈。没这么近，这地都没湿，雨点都没掉。对。走会不会？走没会。原来他给改装。他给改装。你看他们花多少钱？他也没要钱。没要钱。没要钱，买了个。这电机也没事。电机也没事。他说还能用20年。那接着做吧。我们把墨给拿回来了，墨片忘拿了。
三会儿你妈去修，把那两个抹开拉了。嗯。最后又拉了，又拉一个，又拉。这次拉下一个。让他发快递也行。嗯。是吧？行。有联系方式。联系一下，不让他发快递。嗯。等叫你妈打个电话，放放。嗯。再看看，他这儿就加了个这个。啊，加了这个。嗯。这个他就不能这么随便这么跑。对。对。嗯。挺好，修挺好。我原来我寻思走坏了。嗯。嗯。